我们正要开始而已。那首歌大概刚差不多慢了20%，对，跟原版比起来，那个我们今天的速度就给它把那个步调慢慢的 slow 啊 slow， 我们的 quick slow back， 对，我们就是慢慢的来表演。我们的吉他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桥段要就是要那个啦，我们这啊我不能讲台语，我们这是都跟那个我们这个桥段要业配啦，法力达借的，对啊，很开心他可以提供我们乐器来 Super Life 做使用，台湾之光，陈启生就不会有那种感觉吧？他说本来要吃槟榔，想说好像破坏那个Super Life 的原则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！哎，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新波莱夫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2014年，2014，哦，那时候我们在也在新波莱夫，刚成团而已。哦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那时候人都是挤不进来的呢，因为在那个离线咖啡，大概是50个人就不可以再进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然后就是我们是从高雄来的，然后我们的乐团成员，吉他手叫王力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力。然后我们的贝斯手 Jason， 大家好。我们的鼓手兔宝，哎，我是主唱，我叫盛峰，盛峰，哎，因为我今天就是我会尽量让我的气质贴近这个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平常是这样。还有啊，还有，其实，我不知道，在这个舞台，莫名的自在，哦，因为是自在啦，做主人的啦，哦，冻袂掉啊。我觉得新波莱夫，新波莱夫，我会猜错吗？简单说，姐。就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组那个音乐季啊，因为啊也可以说是简单说觉得不简单，他为了想让夕阳武士想看夕阳武士不插电帮我们排在这边，说没得商量，没得商量、啊，即兴来就第一句就说没得商量，没有第一句说我们没有爵士鼓哦，哦很开心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那个看那个鼓手会怎么搞。平常也不会这样打鼓。好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想要讲一些我们有出过专辑的事，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欸、我们不是新团的，啊，只是觉得好像大家好像我讲什么就会笑这样，还是台北压力很大。我如果讲台语，你们就笑死了，我跟你讲。讲台语他们听不懂啊，我们台语听不懂啦，因为我觉得我讲国语好像一个好像很贱的感觉，哎，好讨厌的那种，哎呀，哦，我都没掉啊，我们都是唱台语的，每一首歌后面的每一首歌都是台语的，对，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有发行一张专辑叫做《日出》，然后。外面有摊位叫做好有感觉，然后我们待会也会到那边做签名的动作，这样。对吧？对吧？哎，签名与拍照。嗯。然后如果觉得我们的音乐好像，哎、欸，刚刚好像够好听呀、啊，哦，就不是不错而已，好像哎、欸、是真的很好听。消停就是已经紧绷啊，那种感觉，已经那个油门就是已经这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可以去买一下我们的专辑，因为我们第二张在明年也即将开始筹备。那个今天我们三个要回去，他不回去，因为他要留下来录 vocal。嗯，我们正在录音呢，然后唱一首新专辑的歌，新专辑的歌，可是。已经唱大概有40-50遍以上，不过专辑里面应该会长得不太一样啦。我们
就保留。我们先 Light 版，我们今天都是先唱专辑的 Light 版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付费才可以听完整版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送给大家烟火。